常见，常是什么意思啊？常就是不变的意思，恒常不变。常见就是说，有人认为有我执啊，或者有一个灵魂，认为这个灵魂是不会改变的，那这个就是常见。有一个不会变的我，或者不会变的灵魂在转世轮回，这个叫常见。这个观点是错误的。